这是一个两升的干粉混合机，适合学校实验室混合设备。它的工作电压呢，现货是220伏，可以改电压110伏。插头呢，可以美插、欧插、意大利插头都可以的。它的容量呢是2升，合适装料量呢是1升，功率是0.25千瓦。这个机器呢，默认的就是含出口木箱免熏蒸的木箱包装，它的总重量是19公斤。这里可以调速度，这里可以定时，这个是急停开关，这里是关，这里是开，这里是放料，这里是出料，非常的美观。